圣基寺在燃灯谷佛殿为大众提供光明祈福灯。大智度论曰：如燃灯佛生时，一切身边如灯，故称燃灯佛或定光佛。燃灯谷佛殿起建于曾是多位佛陀于虚空中降下甘露之圣殿，该殿完工奉请燃灯谷佛像入座，开光后正式成为燃灯谷佛殿，为信众设燃灯供奉燃灯谷佛，其功德无量，因此在曾降甘露之圣殿的燃灯谷佛前点灯，将会是全世界所有点灯殿堂中最殊胜之吉祥祈福大事。并有位比圣德更高的大圣德在燃灯谷佛前为燃灯者诵经修咒，并追加功德，每日均有法师持咒诵经修法，在燃灯谷佛供灯前为所有燃灯者祈福，祈愿身体安康，事业成功，生意兴隆，福慧增长，学业顺利，国泰民安，其殊胜及加持力是非比寻常点灯之殿堂。回应各界善信热烈反应，现提供网上报名，欢迎大家前来虔诚点灯祈福。所有燃灯报名表会与功德金收据核实后，上呈大圣德祈福追加功德，若报名表与收据不符者，则不符合条件上呈。凡燃灯祈福之名单会按姓氏笔画依序造册并加盖印章，公开提供大家至本寺自行查看核实。如果公开榜表没有你的名字，说明你并没有办理燃灯祈福手续。如果你交了费用而没有名字，请你提供你的收据与圣基寺僧众们联系。圣基寺不是一个普通的寺庙，是绝对公正行持佛教正法之寺。为了杜绝徇私舞弊，没有住持，没有监院，包括知客师都是多人承担，都是集体研究共同决定，所以是目前在世界上唯一一座集体领导的寺庙。该寺有具备上尊、教尊、儒尊三尊加持，轮流修法服务信众。不久前该寺举行了大摩诃萨玉尊的限量伏藏大法，该寺佛事甚为稀有殊胜，圣密火功大法和大摩诃萨玉尊的限量伏藏法为外道天神们举行的皈依法，因为目前只有该寺才建立了真正的内密坛城，建坛的蓝靛金刚杵重达1000斤，至今仍照常安设在本寺大雄宝殿正门前。点灯方式可分个人、全年及全家。全年如点灯十年或终生者，请与圣基寺知客师联络。有关光明祈福灯之相关事宜，请电邮至 blessingglam@gmail.com 或点选影片下方说明处连结网址。